好，大家好，我是阿天。然后现在是202012月30号凌晨2点钟，剑与远征正式服正在改版的时候。那来玩一个这个就是常常在广告上面看到一个小游戏哦。这是小游戏嘛？应该是正式的这个算是反正就是一般的这种挂机的游戏吧。那看一看，我觉得题材上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哦。然后就来试试看说这个游戏是怎么样吧。感觉上就是以挂机为主吧。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它都有语音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手中无剑，心中无尘，才是我胸怀。哦，他讲的这个不就是那个李连杰那个太极张三丰的那个台词吗？一天不出，谁与争锋？九绝世与身，剑皆用。说什么大恩大德，深仇大恨？这血刀刀法怪异之极。每一招都是在绝不可能的方位劈砍。好，那要选谁嘞？佛音亦有豪情，哇，天下无他开场很多我觉得光是开局就要去做功课咯。丐帮打狗棍法，他这个是怎样？奇克，然后当前五绝造成的奇门伤害增加15%，有奇门伤害是不是？还有风穴。66%的几率使对方聚气速度降为零，持续一回合，然后必定连息吗？突破150级，哇，看来有得升了。然后奇门增加之类的，然后绝学，然后降龙混天功，打草惊蛇，我觉得各有特色绝情谷，空山寂哎，静，古墓派只有女生哦，闪避率提高，逍遥派。若能破了这真龙逍遥派，祖师爷逍遥派其实应该算是蛮强的吧，连击率提升21%，禁止使用内功。连击率这是打连击哦，唯我独尊功，它其实有一点巧妙的这个的那个闪掉的那个金庸小说的那个武学名称哦，千愁散尽，华山派紫霞心经，独孤剑法。独孤剑法，受到攻击伤害增加，受到破绽，受到攻击伤害。当前五绝剑法，要玩什么啊？全真派，东方第一剑，东方第一剑。当前五绝造成的剑法，真的使用五绝时减少内力225%，内伤。哇，这个我要玩什么呢？武当派。武当山有个"当"字，其中一"当"便是"当仁不让"。哦，太极奥义剑，太极奥义剑，反弹所受伤害25%，造成伤害，好像也是不错免疫中毒呢。血刀嘞，感觉像是坏人哦。暴击率提升。祖师爷智慧和胆略过人。好了好了，那我们来用血刀好了哈，OK。然后武侠，这个武林侠号阿天。啊，来来来，血刀老祖。哦，这是什么？哦，雪刀派，正妹耶。好，这什么东西？教你本门的新武学。斜刀、斜拳，OK。在这里学习本门武学。OK，第一开始是斜刀，再学斜拳。学到5级哦，怎么学？哦，这样是不是？斜拳升一级，再升一级。好，OK。把所学武学设置为上阵吧。怎样？哦，斜刀，这是第二个。成长之路。OK。成长之路，锋芒毕露，竹叶行。哦，这什么东西啊？它这边什么？通臂拳法，一二三四五六。哦，所以说这是这样打吗？包子。好，跳过对白。这是战斗中的聚气值。聚气值。聚气值满了。就能施展武学栏中的武学。OK，应该有自动吧？斜刀。武学是按顺序轮流释放的。他一刀就死了，我还没看到那个斜拳威力是如何的。OK，好。宣拳术。现在咱们拿上一柄趁手的武器吧。好，武器在哪边？这边是不是铜刀？下面为师教你门派内功。好，内功在哪边？
OK， 这边门派武学，好，入魔心法，哇，我感觉走了一个邪教啊。上阵吧，入魔心法上阵在哪边？继续吗？哦，这样子，让为师告诉你如何在。好好好，回到主城，哇，千机阁，感觉上就是个氪金的地方啊。哎，这个还有体力的这个设定哦。到高级密宝。哦，所以说这个是，他这个不是抽角色，是来抽那个什么，抽武功绝学吧？哎，野球拳哦。好 ，OK。为师马上教你如何学习。好好，野球拳，那就是要拼命用哦，要野球拳练到十阶是不是？好，野球拳。小虾米，好，学习。我们需要升级武学。好，还要升级武学。OK， 哎，在哪边？挂机系统是24小时。哦，这是挂网的。在这里，快速完成力。哦 ，OK， 这是快速挂网，2个小时。噔噔噔噔噔噔，巧遇泛泛之辈，巧遇侠客，江湖豪侠，绿林侠客，好，获得一堆装备哦。然后嘞？然后嘞，哎，我当掉了啦。OK， 好。现在将野球拳升到十级。哦，它还有语音哎，所以说这个野球拳是固定的哦，这样子。好，升到十级了。好，这是我的第四招野球拳。好，再来是打敌人。所以说他的体力就是包子嘛，对不对？好，再来。好，这是剧情。哦，这剧情不能用点的，你他是慢慢的播放哦。OK， 那就直接跳过吧。斜刀，我能够做什么动作吗？斜拳，我好像也不能做什么动作哈，他就是一步一步的轮下去啊，是这样子吗？闯荡江湖，满足条件后，在这里可以成为二阶弟子。哦，角色分为内功和刀法两部分，全部记录在血刀经上。哪一个好啊？这样子吧。哦，他有个红点点哈，这样子。OK， 穿了。然后 VIP 礼包哦，我最喜欢氪金了。达到 VIP 好，包什么东西？新手登录。欸，哇，第二天就可以送这个吸毒的这个蛤蟆神功了。好，第一天是什么？蓝色外功，哇，这么多外功哦。哇，可是我不知道哪个好啊，但是这个是新手的，应该是不怎么样吧。哇，第二周还有送这么多东西哦，战力礼包。好，领一下。这什么东西？哦， VIP 耶， VIP 经验，哇， 超级多，累积储值，藏经阁。哇，这个是很多氪金的东西，商会打折，江湖钱庄，哇，这什么东西？即时密宝，不知道这有没有什么 VIP 码、哦？这个到时候再查看。福利是这个东西吗？手厨送什么？狮子吼，不过看起来那个是蓝色的。每日悬赏，哦，这个就是每日任务了嘛，对不对？这什么东西？哇，好多东西哦！这样子，哎，现在是圣诞老人是不是？好，信件，晚进服哦，获得的肉包，登录有礼。好，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一开始这个来个快乐的抽乐吗？千机阁，没有哦，只有这一个，什么东西？哎，鸳鸯刃，哎，感觉上还不错哎，哈，这个加一是什么意思？再来一次，要288哦，那我要存着喽。好，我刚获得一个感觉上看起来不错的武学哦，武学，哎，没有，是背包吗？蓝色外功物品，这个五鬼三才刀，还有耍刀加我，泰山38盘。哦，连击加11，无相，攻击降低，哦，连击提升，防御提升，攻击降低，这个吧，哦，让敌人这个攻击跟防御力降低，所以我选择这个什么无相什么挖沟的，哦，无相截止，好，获得了鸳鸯刃，好，学习，
所以你还要再到这个地方再点学习哦。小钱袋、银鱼袋，好，这是钱。群侠传，这做什么 ？OK， 这是补充体力的，不要乱用。好，然后我又学到一些绝学了。邪拳武学的这个暴击率是这样，升级还有突破。我先把我的这个招式升上去好了。先升十级，学习点不足。那是不是鸳鸯刀比较强，放在前面啊？白色的是这什么东西？宣拳术。哦，所以说有些道具是用来突破的，这样子吧。然后好，斜刀这样子，入魔心法，它算是被动的吗？这是写内功哦。好，欸，搞不是很懂。消耗1918。哦，我的学习点到现在有多少？哦，在上面，好，学习点在上面这个地方，可以用元宝来换学习点，哇，换很多欸。永久加成福利，好，福利战力礼包零哦，我刚升一升，好，战力都提升上去了。银宝箱使用金鱼袋千机哦，这个可以换金的道具吧，这个东西。好，没关系，我们来看看这个战斗，看看可以推到什么地方。这边是哇，这边是邀请码，是不是？好，好，到时候再研究。先来，刚开始应该是到江湖这边吧，先推主线吧，然后东西就会慢慢的开哦。通关之后开启扫荡，有扫荡哦，我最喜欢扫荡了。这可以直接跳过吗？首次出招完毕，可以跳过战斗。好，就这样子。然后就一直打吧，不能跳过，不能跳过。哇，一刀就死掉了。握刀术，这个应该是升级的那个装备吧。鸳鸯刃，啊，好，看来前面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吧。哦，强敌哦，这个是强敌哦，光风再战再组。鸳鸯刃，哇，看来都是一刀死哦。松涛剑法，不过这是白色的，应该是用来当做肥料用的吧。哇，鸳鸯刃，哎呦，连击耶，哦，这个就是说连击是不是？好，过关，握剑术。好，这是个妹子哦。通臂拳法，哦，我打完我只要打完第一回合，我就可以直接跳过了，大概是这个样子。现在我还不能跳过。通臂拳法，这个我要打完第一次才可以用。祖师爷智慧和胆略过人，但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祖师爷智慧和胆略过这血刀这。然后嘞，这个红点点在什么地方？是一个彻头彻尾、光明磊落的坏人。光明磊落的坏人，对，没错，我们祖师爷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坏人。好，然后我们再继续吧。哇，第十关，第一章要打几关啊？哦，连级哦，连级哦。好，我又获得很多点数了，是不是可以稍微升一下我的武学啊？哎，真的，那我专心升我的鸳鸯刃就好了。这样子吗？突破。当前武学未装满啊，哦，要装满这个指定的招式啊，是不是这个样子？战力提升，我升这个可以提升我的属性吗？啊，有你学技能可以增加你的属性那我学这些白色的技能，我可以增加我的属性吗？还是说？我只能够升，就是说，怎么讲呢？如果说我没有装备这个东西的话，我去升级的话，就没有办法加我的属性，是不是这个样子？永久加成，我可以把它卸下来吗？
啊，重置哦，好，没关系，反正我们看每日悬赏学习点，好，所以说这个学习点就是不断的点武学，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基本能力吧。好，这是第十一关，哇，鸳鸯刃，好，直接跳过了，不管他了。十二是强敌，昊天掌，好，好，看起来都是这个样子。应该这个就没有什么这个什么同伴的概念吧，这应该就是这样子吧，一打一吧，所以谁先出手就会变得很重要啊。好，这是第十五关，哇，鸳鸯刃，哇，哦，白驼山，哎，可以挑战江湖豪侠。哦，这怎么样？这什么？这个字怎么念？龙武哦。敬酒，当你的实力不足以战胜大侠，你可以花少量的元宝来给大侠敬酒哦。那当然是不要啊，也可以求助。好，直接战斗。我啊，输了。哦。他比我强好多，那不然打这个好了，凝慧好了，耶、yeah, ，打赢了。我获得什么？只有金币而已哦。求助，哦 ，VIP 六，VIP 六 ，OK。所以哦，这是战力值啦。哦，我的这个战力值应该还不够、哦。哎，成功了，多，所以说这个是可以多刷几次来那个 read 哦。哦，这边可以强化是不是？哦，就是把装备拿来强化嘛，对不对？好，大概是这个样子哦。不过白装应该是没有什么好强化的吧？可是我现在也没有获得其他东西啊。来，放个20件啊，放20件才升个三级哦，哎，两级啦。好，先穿一穿，强化哦，更换，好，也没什么好更换的，这些都是一阶的，哇，哎，短衣一下升到24级哦，哇，会不会升太多？传承、龙针、铸针，哦，这血刀刀把经脉，看来还有蛮多东西可以摸索的。看一下哦，入魔心法邪拳，我应该都可以升满，然后要等着突破了吧？好，武学不够了，上阵设定，这什么东西啊？武学组合，好，擂台积分，一字长蛇阵，可是我只有一个人啊，这个阵型，这个阵型摆出来有用吗？然后这个是第二章是不是？哇，还有精英哦，真的有得刷啊！少侠令哦，少侠令这个就是一般游戏有的嘛，就是有点像是我们的那个剑远真的那个犒赏令啦。好，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鸳鸯刃。刚哎，这什么东西？哦，手冲急送狮子吼。五邪预览，攻击的时候有 50% 几率向攻击方施加内伤。哦，送的是送很多啦，但是目前还没有玩出个什么东西哦。再试试看，看看我主线会推到哪一关开始卡关。现在是第二章吧。哇、哦，感觉上对方的这个技能也是蛮多的。哦，我完全是靠那个这个抽到这个紫色的武学鸳鸯刃当做是第一招啊。太祖，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办法把点秒掉，大概都要打个两刀吧。哦，暴击，武当长拳，好，继续打。
好，敌人的血越来越多了。还好他这个可以直接跳过，所以说这个不会花很多时间哦。本门的正派绝学分为内功和刀法两。诶，松涛剑法啊，管他的学的啊，管他的什么都学的。劣质学习单啊，获得这个诶一阶植物宝剑。诶，我看一下。诶，我是使用什么鸳鸯刃？鸳鸯刃的话是刀是不是？好，我选择一个玉环刀。诶，不错哦，我有玉环刀咯。好，装备起来，铜刀哦。看一下。诶，我的角色。这是玉环刀。哇，我强化一个这个一级都升不到。但是这个紫色应该是比较好吧。啊，我刚刚在换的时候我没有看一下说哪一个好。成长之路。好，哇，获得这么多营养哦。然后还有什么东西？他这边有一个红点，我不知道这个红点是在做什么。哎，哦，是在这个地方啊，初通皮毛是不是？哎，获得了 VIP 经验呢。哎 ，VIP 增加了，我们来看一下 VIP 有什么东西哦。在哪边？初会门禁。哦 ，V 哦，所以说他很多东西都可以让你获得一些 VIP 经验就对了。他有输入什么什么兑换码之类的吗？可以查一下，说到底有什么兑换码 ？VIP 礼包、武林特权，这什么东西？小还丹哦，不用买哇！武林特权好多、哦，这个就是月卡吧？每天可以获得一些东西，这样子。月历豪礼、豪侠礼包哦，这个氪金非常的多，但是就是要看玩起来感觉爽不爽了。好，这是我哎。有兑换码哎，然后到时候再查看这个兑换码什么神功门哦，这可以说是图鉴啊，对不对？好，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嗯，这什么东西？江湖世剑，归藏风云世界 BOSS， 江湖世剑。好，蛮西再继续推主线吧，反正，抽取一次。能不能送我个十抽啊？积分商店，千机池，对，橙色的武学应该是最好的。我们再看一下，再回到这个江湖吧。我现在门派什么？一阶弟子，要挑战成功才能升到二阶弟子。哦，这些还早，还早，还早。诶，我应该有这个吧？这是绿色的。来看一下哦，我现在是生命是131嘛，攻击是加10哈。譬如说，我现在来看攻击是加10，对不对？我如果斜刀放下来嘞，攻击好像不会变哈。那我是不是我可以用这个白驼山？这个是不是好一点？好，不知道。哎，还可以点评哦，按赞哦，输入说这个对这个技能的这个建议是如何吧。好，蛮西，我们再继续打。第二章的第七话、哦，好像一章是刚刚看起来好像是15关，是不是？哦，杨家枪法，再来。好 ，OK， 我可以扫荡吗？通关之后开启扫荡。好，这一关应该算是 BOSS 吧。等一下再来扫荡。好，我这样通关了。然后呢，假设我现在点回来，我要扫荡，免费扫荡。等，这边扫荡一次。哦，扫荡十次可以拿到使用60个包子，然后不用花钱呢。再扫一次。再扫一次。哦，升级了，升级了，升级了！我有一些宝箱我应该可以。正派绝学分为内功和刀法两部分。是什么东西？记录在血刀经上。看一下哦，更换。哦，这个换了好加好多、哦，赞赞赞赞赞！好，升级了，升级了，玉环刀升级了。然后我刚刚有获得一些铜宝箱啊，这些，这需要钥匙才能开哦。这是获得银两。好，开5个。哇，这些都是要慢慢存吧。20页，
哦，什么二十个东西，然后就可以合成出一个这个新的那个秘籍吧。光明磊落的坏人装备熔炼，哦，装备太多应该是可以熔出一些这个什么什么，譬如说强化的一些材料吧。好，我这样玩一玩，我的元宝已经1042了，但是你要抽的话，你要2590，哇，那还早，那就江湖哈，挑战两个豪杰，我现在可以打这个吧？哦，这个没问题。江湖豪杰来相助，可以吗？3300，可以耶，佛光普照掌，哇，这个连装备都是碎片，好，没关系，慢慢打哦。当前大侠好像，我这边是挂机耶，我可以切换，可以再切换了，蝴蝶谷，没有，这是一阶，玩家等阶不足哦。我可以自由选择我要挂什么地方哦，那看你欠什么，看你欠什么装备吧。快速历练，哇，免费没了，要花这个50元宝，好吧，那就算了哦。所以说你可以看你欠什么装备，你可以挂那个地方啦，齁，所以说大概是这个样子。好，然后这是第10章，不过他的战斗看起来目前初级是这个样子啊，可能要玩到后面的时候看看会不会有一些比较花俏的一些玩法。先玩到2至15好了，2至15好，是不是会开启那个 PK 啊？这个游戏应该最重要的应该就是 PK 的吧。但是你无氪的话应该会被有氪的这个虐得很惨哦。好，我已经拿到钥匙了，海童戒。光明磊落的坏人，哇，这个对话已经讲好多次。每日悬赏，太好了齁，这什么东西，需完成日四次，我完成啦， OK。这就是每日任务嘛。啊，我们新手没有什么事可以做，新手就是不断的打主线哦。13章，好，快打完了。点点点点点点点。啊，被闪了。好，没关系，还是过关了。第14。是不是每过一个小关，我的挂机的这个经验会增加？好像没看到。好，第15关了，所以它一个章节应该是15关吧。好，涅槃大法嘛，是这样讲吗？还是龟啊？门派比武，这什么？我应该选择战力最低的吧？2380这一个。好，挑战，这边应该都是 NPC 啦，因为现在这个伺服器只开到3服，觉得这款游戏应该玩的人不多、喔。哈，打一次还要等3分钟哦、喔，蛮麻烦的。所以门派是这个东西咯，比武哈，哇，还要等3分钟哈，这有点讨厌。好，3-1了，这什么东西？好，领一下。好，再继续。哦，有感觉上有一些辛苦了哦。那我要怎么升阶呢？好，过关。还是要再继续推咧，来看一下、喔、主线精英。我现在可以打精英怪了。这个是不是比较简单的精英怪？精炼铁，这应该是强化道具使用的。哦，哇，好烦哦，这个一关一关打。不过你还是要先把前面打完，你才可以打后面的吧。所以说后面应该是挂网，应该是，怎么讲？现在可以扫荡哦。哇，好乱哦，这什么东西？哦，也可以扫荡精英哦。哦，这些东西是干嘛？这些东西就是用来升级这个武学啊，好、哦、对不对？扫荡一下，哦，这样子，哦，就是上来把这个体力耗一耗。好，这一关过关，我可以获得这个拳风要领哦，我可以拿拳风要领来升级我的一些需要拳风要领的这个武学吧。看一下武学，
有没有需要全封要领？是不是这个东西？不对了，铸骨术，哇，这个都不是哦。永久加成，我可以挑战下一阶吗？进阶，阅历到，排水不会念，阅历提升，今日免费扫荡次数，阅历要怎么提升？哦，就是扫荡是不是？看一下，蜈蚣爪妖志龟。啊，随便，我休息了。所以阅历是不是你的等级的意思啊？哦，有没有精英获得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要来锻造的。你看这些东西下去之后，这个强化的经验这么多。好，玉环刀升级了。祖师爷智慧和胆略过人，但也是一个彻头彻尾光明磊落的坏人。光明磊落的坏人。好，所以说这个游戏大概是这个样子哈，看大家喜不喜欢。诶，名次提升哦，又获得了一元宝。可以抽吗？千机格。看来是没办法哦。角色。智慧和胆略过人，但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经脉。要到七的也诶，这边有悬赏哦，没有，这是每日任务啦。成长之路，成长经历。好，所以说这个是什么？完了，玩一玩之后忘记这个游戏名称是什么？武林英雄传啦齁，所以说大概是这个样子，简单玩一下。